四式，刚才出那劲儿，说实在的，没有一般功夫的出不来这劲儿。哎，好，这就是不割下的功夫，要割下出不来的劲儿。好，您说那个还有什么？刚才原来练的是您老师那个，那书上那八掌啊，后来又是什么？八掌里头的第四掌调掌啊，在调掌里的第刚才是四式啊，第一式三练过了，第二式练过，第三式、第四式这都不是带腿的啊，后边五六七八都是带腿的调掌啊。现在还没练呢，哎，这还没练呢，下次再接着摆这个。啊，好。没有。这个昨天呢，啊，昨天咱录那个角度不好，所以出来的呢，您那个没表现出来，就刚才您说似的，那横剁的腿该高的没高出来，是吧？嗯。不长的这腿也没给表现出来，也没表现出来。本来这腿应当，你看下应当是这样下去了，你看这腿已经下去了。啊、哦，对。刚那昨天那变成应当是这个姿势啊。啊、哦。可是关键变成这样了。对。所以是不合适。对。啊，长毛也坐那。注意他的你坐那跟手眼。身法跟步眼，它都是连贯的。啊，那假如我说完全一走，我这一带它，我边上去了。我这一带掌，我靠边上去了。按引导到它啊这个边上来打的了，不是直的，而是我一带它，我这儿来了。这是步眼横着来打，这是很关重要，这步眼很关重要。一个人有时候在步眼上赢他，你使那借劲儿，什么叫借劲儿使劲儿？你力量来了之后，我不直接给你顶，我闪你，你边上就我这么一点儿劲儿，就把你空过去了，空着我一兜腿，你就趴下了。这个很关重要，这个。所以有时候这手法来了之后，给你这个，这是假的，他得你别上他当。我不进来，我走到旁边，他再找你就完了。他给你这是引你进来，是借让你进来。哎，我不进去，我走你边上，所以这他没辙。有的时候我打你的时候，这是假的，真的在这儿呢。哎呦，这儿就是真的。嗯，所以有时候这个手法啊，见景生情，微妙的很啊。你必须你得看着人，有的是真手，有的是假手，有的是声东击西，所以你得是灵活。我们这个八卦掌呢就是一个球，你怎么来我怎么走，有时候粘住它了，你走我跟着你走，走的没办法，啪我这么一发了发力你就出去了。你要发早了人家空了，你发晚了也不行，发晚人进来了，正赶巧合适，哎，这劲儿才行，打他一个冷不防，这地方很关重要。就带手也如是，你带早了，人家往一坐腰，你带不上；你晚了，人家打上了，他正劲儿发出来，哎，你这一带，你身子那一转。他就出去了，你不用使多大劲头，所以这手法很关重要，不练那些个什么花架的那么没用，够使的就行了。腿也如是，你兜腿你得兜得过缩了，一空你自个儿玩一个啊单调，他一兜你就兜到这儿，就不但完这么走了，不像哼一下给你兜过去，自个儿一空，人一空你自个儿来一个。仰靠，对，这回就兜到这儿，就到这儿。所以这腿很关重要。这回这中美这个，这不是那个给人来一腿，没来好，自己他妈扔了。对呀、啊，
对，所以来腿的时候有时候怎么样，他腿要动他身子就要动，你看对方的身子，他要往后闪这个肩膀他就出这条腿了，他闪这个肩膀要出这条腿了，所以你进的时候有时候远了使上腿，进的时候你往前一进步一踢的，他的腿使不出来了，那使不出来怎么着，还有这个呢，还膝盖一下进头大进的，不来抄不来绕远的，这么来腿啊没用啊，你一抬哎蹦起来我再踢你更不行，这多慢呢，你往前一蹦那条腿你一下午一动你就倒了，是吧，这腿更慢了，这腿你来的话人家一搂你条腿一拳就打你了，就一搂你一撂你就给你撂出去了，所以我们这腿出腿不见腿，大腿烫回来了，你等你要拽我这腿我回来了，跟蜈蚣的一样，所以踢腿的时候练是这后蹬腿，有事练的时候一万练出去后边的腿我蹬出去了，是不是，这练的这是劲儿，实际上呢回来了，所以这个练这腿，另外还得跑着蹬，你暂时不动你蹬腿可以，你一跑着劲儿差了，所以练跑着然后蹬腿，练着我跑着蹬腿，好，现在就谈在这儿，改天下次我们再说手法。嗯，好啊，就说这腿，咱们八卦掌七十二腿，在我这个六十四掌里头，宫廷里是八卦掌、六十四掌，包括七十二腿啊，我这个里头包括七十二腿啊，这七十二腿里头就分这个十二面腿，由这十二面腿上中下是三十六啊，后边也是三十六，左右也是三十六，因为它是十二腿啊，是上中，这十二腿啊是分成上中下来使的啊，你上中下呢就是三十六两边，那么左边三十六右边三十六七十二，这里整是七十二腿，还有的是在前头前面啊三十六，你转后身也是三十六，还是七十二腿，所以说七十二腿要在前面是七十二，后边是七十二，两个七十二加起来，那就变成了二七十四，十六了，那就一百四十四，一百多腿了，一百四十四了，嗯，就变一百四十四腿了，所以这个腿法呢，在这个十二变腿里呢，是上面。踢上边的是四腿，中当中的四腿，底下的四腿啊，所以这个是像这个乳腿呀、兜腿呀 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底下的，上边是信腿呀、横坐的腿呀，这都是属于这个当中的啊，上是这个劈腿呀，也是属于当中的，像这翻腿往上翻的是属于上腿的、嗯、所以这个下次我是按顺序详细再给讲这个十二变腿怎么使法怎么用法，下次再这个啊有计划的吧，顺序的来讲，还得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来学习，因为咱们这是祖国的国粹，在过去宫廷饮食八卦掌它是为的是防身，它不是练的这个那套路啊，那么这饮食八卦掌开始练应当练炮锤啊，这个罗汉拳是十八项啊，罗汉拳现在已经这个啊这个失传了啊，炮锤还行，要练宫廷饮食八卦掌要练推脱掌、带平掌，这是宫廷里头的，然后得谈到的是手法。那么他们都说老巴掌，为什么说老巴掌？这老巴掌都是根据脚的换，这是
一张，老妈呢再头一张，他一换有八个换，说穿我有八个穿，每一个都八个，所以八八六十四张。这以后呢，我得详细啊，再给讲。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吧。好，行，挺好。